你要是想着我第一次见到这市场就能叫着白蛇者乌冬，刚才我离他远的时候他就在叫啊，真厉害，这个估计是养了好久了吧，啊，春天开叫了。我的手机不行了，今天换个手机，换个手机拍的画质不是那么清楚，离得也是有点远，看。真好，我没看见它主人在哪呢，我问他一下，问他多少钱，这个太好了。你来吗？啊。你这啥时候喂的呀？啊。喂多长时间了？喂一年。喂一年了。我问他咋叫那姓。我这几个天没回回回家了，我都服了。这春天都开始叫了是吧？没卖的叫回家的。你那云雀叫吗？啊。你那高年的叫吗？啊。他搁这叫不叫啊？啊。他搁这叫不叫？这我的河内人的那声可叫了。这个咋叫了？这瞧不起了谁吗？都家里人，啥都好叫一声。嗯，那个林哪去了？看。嗯。这在市场上啊，看。